四岁精英晋级千六米香港经典一哩赛。2016澳洲昆士兰打比盟主英雄来港初出，直成二班千六米赛事，前途无可限量。霸记之星上季初出，以凌厉后劲震撼全城。作为今季超新星兼影界新马锦标冠军，能否再创传奇？四岁马系列揭幕战，香港经典一哩赛，1月22日沙田马场。